我的笔在哪里? 我的笔在哪里? 我不吃辣的。我不吃辣的。我们明天去吃饭吧。我们明天去吃饭吧。 请给我一把椅子。请给我一把椅子。那太无聊了。那太无聊了。你会做西餐吗？你会做西餐吗？我是学生。我是学生。他们在搬家具。 他们在搬家具。今天会下雨吗？今天会下雨吗？我是工程师。 我是工程师。他的儿子喜欢踢足球。他的儿子喜欢踢足球。你喜欢逛街吗？ 你喜欢逛街吗？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。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。我喜欢看喜剧电影。 我喜欢看喜剧电影。这个价格太高了。这个价格太高了。我昨天去看了电影。 我昨天去看了电影。他们每天都做饭。他们每天都做饭。他是美国人。 他是美国人。我不认识这个字。我不认识这个字。他的汉语发音很好。 他的汉语发音很好。你明天有什么计划？
你明天有什么计划？他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他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我们的车在停车场里。我们的车在停车场里。没关系。没关系。我家有两个孩子。我家有两个孩子。请问，医院在哪里？请问，医院在哪里？我想买一辆自行车。我想买一辆自行车。我去超市了。我去超市了。请记住我的话。请记住我的话。请你帮我一个忙。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你要去哪个国家旅游？你要去哪个国家旅游？我想学习更多汉语。我想学习更多汉语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不太清楚。我不太清楚。你的猫在哪里？你的猫在哪里？今天这里有很多人。今天这里有很多人。你们喜欢喝咖啡吗？你们喜欢喝咖啡吗？你想尝一尝吗？你想尝一尝吗？太好了。太好了。他们喜欢到公园散步。他们喜欢到公园散步。我们一起去购物吧。我们一起去购物吧。
请你再看一看。请你再看一看。我觉得非常有趣。我觉得非常有趣。我们想吃火锅。我们想吃火锅。我的时间不够了。我的时间不够了。他的鞋子很漂亮。他的鞋子很漂亮。这是我们的新同事。这是我们的新同事。我喜欢蓝色。我喜欢蓝色。这是我的妈妈。这是我的妈妈。你们学校有游泳池吗？你们学校有游泳池吗？我喜欢下雪的天气。我喜欢下雪的天气。他们在图书馆学习。他们在图书馆学习。这是你的手机吗？这是你的手机吗？你很勇敢。你很勇敢。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别放弃。别放弃。你在哪里工作？你在哪里工作？我们在学校学习汉语。我们在学校学习汉语。他喜欢画画。他喜欢画画。我的家乡在北京。我的家乡在北京。这个菜很美味。这个菜很美味。我的学校很小。
我的学校很小。他在学校上课。他在学校上课。你们公司在哪里？你们公司在哪里？他们每天都喝牛奶。他们每天都喝牛奶。请你告诉我答案。请你告诉我答案。他的妈妈是护士吗？他的妈妈是护士吗？这里有医院吗？这里有医院吗？我要买一件衬衫。我要买一件衬衫。请不要大声喧哗。请不要大声喧哗。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？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？他们喜欢听音乐。他们喜欢听音乐。请给我一杯牛奶。请给我一杯牛奶。他们会跳舞。他们会跳舞。你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你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你们班有多少学生？你们班有多少学生？他每天都学习中文。他每天都学习中文。这是你的手机。这是你的手机。我的妈妈每天都做饭。我的妈妈每天都做饭。你明天去哪里？你明天去哪里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。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。很高兴见到你。
很高兴见到你。他每天都画画。他每天都画画。我们今天晚上去吃饭。我们今天晚上去吃饭。我的姐姐是医生。我的姐姐是医生。我喜欢狗。我喜欢狗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时间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时间。今天的计划是什么？今天的计划是什么？他的汉语说得很标准。他的汉语说得很标准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。你的家人都在中国吗？你的家人都在中国吗？我们去游泳吧。我们去游泳吧。我们明天去看演出。我们明天去看演出。你来自哪里？你来自哪里？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我喜欢披萨。我喜欢披萨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我忘记了。我忘记了。他去学校了。他去学校了。请给我一杯热茶。请给我一杯热茶。他正在看电视。他正在看电视。你的家里有电梯吗？你的家里有电梯吗？
我的爸爸是老师。我的爸爸是老师。我们的学校在市中心。我们的学校在市中心。我很喜欢他。我很喜欢他。我们今天去游泳。我们今天去游泳。他们去吃饭。他们去吃饭。他们在搬重物。他们在搬重物。他们在吃饭。他们在吃饭。我是医生。我是医生。他是我的老师。他是我的老师。你们打算怎么度过周末？你们打算怎么度过周末？我妈妈每天都做饭。我妈妈每天都做饭。你很漂亮，你很漂亮。我的朋友喜欢唱歌，我的朋友喜欢唱歌。他的姐姐是老师吗？他的姐姐是老师吗？我的手机在口袋里。我的手机在口袋里。他喜欢吃披萨。他喜欢吃披萨。他们在跳舞。他们在跳舞。这个问题很重要。这个问题很重要。我想吃橙子。我想吃橙子。你可以便宜一点吗？你可以便宜一点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时间。
对不起，我没时间。我们明天去游泳吧。我们明天去游泳吧。这是我们的照片。这是我们的照片。这是我们的中文老师。这是我们的中文老师。你昨天做了什么？你昨天做了什么？我要买衣服。我要买衣服。我喜欢吃面条。我喜欢吃面条。这里也一样。这里也一样。请告诉我地址。请告诉我地址。他喜欢吃甜点。他喜欢吃甜点。我家离学校很近。我家离学校很近。他的工作很有意义。他的工作很有意义。他的汉字写得很漂亮。他的汉字写得很漂亮。我在学校学习。我在学校学习。我们可以去购物。我们可以去购物。你们想去哪里旅游？你们想去哪里旅游？你们去吃饭。你们去吃饭。请放慢速度。请放慢速度。他每天都跑步。他每天都跑步。请给我一杯绿茶。请给我一杯绿茶。我不是每天都锻炼。我不是每天都锻炼。
他的书很有趣。他的书很有趣。我每天学习汉语。我每天学习汉语。他们买了新手机。他们买了新手机。你的厨艺很不错。你的厨艺很不错。你是中国人吗？你是中国人吗？我要一个汉堡。我要一个汉堡。请安静。请安静。他是老板吗？他是老板吗？公园里有很多花。公园里有很多花。我们可以一起去爬长城。我们可以一起去爬长城。他的狗很可爱。他的狗很可爱。谢谢。谢谢。今天很热。今天很热。我们可以一起打球。我们可以一起打球。我想要一本书。我想要一本书。你去哪里？你去哪里？这是一个好消息。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你的茶在桌子上。你的茶在桌子上。他的汉语说得不错。他的汉语说得不错。他们的家在乡村。他们的家在乡村。他们在打篮球。他们在打篮球。
你的家在哪里？你的家在哪里？我喜欢夏天的阳光。我喜欢夏天的阳光。他们在拍照。他们在拍照。他们喜欢看书。他们喜欢看书。我每天都去健身房。我每天都去健身房。他的女儿很漂亮。他的女儿很漂亮。你们去哪里？你们去哪里？他们在打牌。他们在打牌。他们去度假了。他们去度假了。我会游泳。我会游泳。他的眼睛很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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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你喜欢去哪里旅游？你喜欢去哪里旅游？你想吃苹果吗？你想吃苹果吗？请你说清楚一点。请你说清楚一点。我请你吃饭。我请你吃饭。你会做泡面吗？你会做泡面吗？今天天气很好。今天天气很好。你会做中餐吗？你会做中餐吗？我们去散步吧。
我们去散步吧。你有时间吗？你有时间吗？我们住在哪里？我们住在哪里？你们是学生吗？你们是学生吗？你有兄弟姐妹吗？你有兄弟姐妹吗？今天晚上有什么节目？今天晚上有什么节目？他的爱好是什么？他的爱好是什么？我喜欢这个颜色。我喜欢这个颜色。我们在图书馆学习。我们在图书馆学习。那是我的家人。那是我的家人。你会弹钢琴吗？你会弹钢琴吗？他是我的朋友。他是我的朋友。请你给我一些时间。请你给我一些时间。我每天都吃早饭。我每天都吃早饭。你是护士吗？你是护士吗？你想吃中国菜吗？你想吃中国菜吗？我有一只猫。我有一只猫。他们在做作业。他们在做作业。请随时告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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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